过每个 Saturday night， 一起走花路 ，We turn on the light。你好，每个星期六，随我倒数一些秀。嘘，就从现在，三二一开，就痛痛快快。咱们就是一个可以了，然后我们缺少了这个。我们也要拥抱，好突然。再 Q 一个不同的版本好不好？那个王鹤棣和谢欣老师，不要跑，你不要跑，来来来来来。这是你的专长，害怕的应该是我弟弟啊，疯死了，我这汗，这是舞蹈风暴的冠军，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啊。王鹤棣，你没有问题的，以冠军够，你都在姐姐的舞台上唱过 rap 的。王鹤棣加油，成为赢家，谢谢成为赢家好不好？来，同样的音乐起，来，没毛病，练练练练。不是，他们俩刚刚嘎嘎那儿放狠话，原来还有我们俩的事儿呢。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是过来看玩的，我们一直以为过来看戏的。嘿、hey, man， 王鹤棣， yeah. 我就在这里玩游戏。嘿、hey, ，我看你们不咋地。嘿、hey, ，我看你们不咋地。弟弟，店要守住啊啊！三个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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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房子，一个房子，一个发型，开始了吗？向往的生活，一个网上称呼。向往的生活，向往的生活的房子。哇！为什么江知道？娜姐正确。三个字，三个字。年纪大了，年纪大了。看远舒服，看近看不见。老花眼，看不见。老秦正确。啥呀？老花眼啊！老花眼，五个字，五个字，五个字。节目，节目，节目。向往的生活。你好，星期六。变脸，杨迪，我娜娜。百变大咖秀，正确。三个字。没来的弟弟，考试呢。没来的弟弟。三个字人。丁程鑫。丁程鑫，老秦更快。我不吃，周哥吃香菜。娜姐正确，娜姐正确。什么？好可怕、啊，怎么回事？马甲线。这个吴老师表情，杀红了眼。五个字，五个字。这个节目在这里，这个节目，这个节目。你好，星期六。你好，星期六。这也太吓人了吧！杀红了眼，也就是我们的好六队和乘风队，各答对了十题，平分呐、啊，平局。哇！我们还老说自己什么职业队，拔拔的在这干嘛呀？来，上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我们要代表月亮消灭你们，代表月亮消灭你们。咦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设计这个东西？不知道，大哥 Q 的，大哥 Q， 弹键词 Q 的啊。答题正确的队友呢，可以将答题错的那个人送进我们的惩罚屋，并将拯救一名本队的队员。进去干嘛？哇，我给大家示范一下。你现在穿着这身衣服站在里面，更像橱窗里的礼物了。啊！像芭比娃娃。我感觉进去了，我像那种小白鼠。
在里面就出不来那种。这样的，我们就是看最后气球爆炸的时候，哪队剩下的人多，在外面的人多，哪队就赢了。我们派大哥，哦，上来、啊，石头剪刀布，去吧，让大哥剪刀石头布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好，输了。赢赢赢赢赢了赢了赢了！我说什么来着？我用了逆向思维的，没事，习惯了习惯了。逆向思维，没事。我们得就派两个黑衣人把娜姐给就是守着。嘿，王鹤棣，这只是一个游戏，这只是一个游戏，千万不要在意，根本不要在意，输赢不要在意。你是一个小弟弟，你是一个小弟弟。啊啊啊！哦，知道大哥有个习惯，边泡澡边敷面膜。没错，你怎么知道我这个洗澡的习惯？咱都兄弟，上次我们都在。对，上次都在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耶耶，浴室里面放面膜，你的皮肤会越来越薄。好强啊！他现在好强啊！太强了！你选谁？你挑个就绝对看起来就会输的，王鹤棣吧。好。你们商量的好大声，弟弟先答，来，王鹤棣，请听题。王鹤棣，不要让我失望哦。请说出五个《西游记》里的妖怪名。哎，孔雀精、狮子精、老虎精、白骨精，还有那个黑熊精。回答正确。太厉害了。弟弟，你打谁？打娜姐还是打谢欣？把娜姐送回去。娜姐，我把娜姐送回去。你要先把大哥救出来啊，哥们儿！啊，不救，不救！哎、啊，救我，救我！啊，大哥出来吧，大哥出来吧，他不救我。哇，说不定大哥和姐姐们关系挺开心的呢。你怎么知道？请说出名字里含有动物的艺人。计时开始。王鹤棣，一个；马景涛，两个；牛群，三个。时间到。好，来，王鹤棣计时开始。张鹤伦、孟鹤堂。王鹤棣、张鹤伦、孟鹤堂。王景、马景涛、汪苏泷。汪苏泷的龙是三点水的龙，不算。来，娜姐。王鹤棣、朱一龙、吴马、马景涛。那个牛群。回答。正确。拜拜，等着你们救我啊！好，我去和姐姐们待会儿。老师好。Hello。我很开心在这里，没有压力。救谁？还能救谁？我们，我是可以出来了啊！我们救 Amber。我们救 Amber。别！你们等会儿。等会儿，请你们按照规矩办事，好不好？来，请说出五位名字里有数字的艺人，计时开始。张医生、朱一龙、孙谦、万茜、王一博，回答正确。娜姐只是出来摆了个 pose， 什么话没说又回去了。娜姐出来以后，哇哇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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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。来，我们的好六队第二次挑战，来，五六七，星，你快快要出鞘，这感觉真好，对着微笑，温度越来越高，怎么办才好，眼神都小鹿在乱跳，跳上了心扉，
轻轻荡秋千，脸上红苹果，滋味真甜美。Oh baby， 你是谁？为什么变成胆小鬼？好喜欢，说说好久不见，你。他们两个，弟弟跟。唱了明明，我都听到明了。这个非常明显，这个非常明显，太少了，都快要赢了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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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进去了，唱嗨了。二号，明明我是丁五号的，你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来，我们回放一下，回放一下，回放一下。Oh baby， 是谁？哎，我都听我自己的声音啊。胆小鬼，好喜欢，却说好久不见你。为什么只有我的声音啊？单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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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真的很社死哎！没关系啦，干嘛啦？没关系啦，你是我们可爱的显眼包，真的是啦，超社死。睫毛弯弯要，眼睛眨啊眨不用，眨啊眨不用。你就把明明渡过去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我们一定要那个弄他们，他们都全弄我们了。其他人正常发挥，王鹤棣加油！这次我要再失误，明年我就去向披荆斩棘的哥哥历练一番。去向披荆斩棘的哥哥历练一番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年龄不够，对，哎，年龄不够，对，哎。哈哈哈哈哈！才25。哦，对着我微笑，温度越来越高，怎么办才好？眼神，眼神。刚我他确实我出来了，这个不用回放了吧？这个应该不用。怎么回事？我不用看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看了，不用看了。啊？没事。我想看。行，灵魂快要出窍，这感觉真好哦。对着我，现眼包，真是个现眼包。耶，王鹤棣，你刚才出了错，我感觉去闯了祸。你不要说话了，你这个姐姐里面的现眼包，姐姐里面的现眼包。你还是说出来了。小学生吵架吗？我也会。最好料里面显眼包，敢说我？陈峰现眼包。你这个现眼包。你现眼包，你现眼包。大家都是现眼包。幼儿捣乱，你们不累吗？行，早唱了。灵魂快要出窍，这感觉真好。对着微笑，温度越来越高，怎么办才好？别是我，小鹿在乱跳，跳上了心扉。轻轻荡秋千，脸上红苹果，滋味真甜美。Oh baby， 开心一点，你唱这首歌开心一点。为什么变成胆小鬼？好喜欢，却说好久不见。再见一次别，结结结吗？眼睛眨呀眨，话说到嘴边，怎么会转弯的微笑像变化？气氛好浪漫，需要陪伴。结吗？眼睛眨呀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弯。来玩大花，吹吹什么？这一切用心责任，一切用心责任。好六团呢，确实是团魂，可以的。我好六队，好六队，好六队，对，厉害！一看就是打磨过的，打磨过了，确实打磨过了，磨了磨了，确实打磨过，被这个主题曲磨惨了，都快磨没了，都快，我的一点棱角都没有了。您好，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